过来，来，给我把这个快递拆了。天天吃肥肥胖胖的，啥活也不干，拆了，干点活。百度，这个任务交给你，给我把这个快递拆了。会不会拆哦？天天吃那么胖，你也得干点活呀，对不对？吃肥头大耳的，干拆了。你不拆迁队队长吗？会不会拆？办点事儿。不会拆哦。行了，有这个心想给我拆就行了。谢谢啊，谢谢，可以了。准备去那边菜市场买点东西。这个路面他刚用水洗过，还打滑，骑自行车。多少钱一斤啊？便宜的来了，最后一条，给你买个的。啊？12块一斤。12块一斤啊？啊，刚才15块呢，最后一条了。10块卖吗？啊，12块了那个。10块卖不卖啊？难了，要啊，我要回家了。啊。先给我弄一个吧。哇，跳起来了，跑掉了。多少钱呢？25.6。这么多吗？嗯。25.6。嗯。那就25呗。这个怎么买啊？葱啊。这菜不要紧吗？买了。这个是香菜跟葱，还有这个姜，煮鱼得放这个。洗干净了就放点盐，腌一下。这个是生姜，切一点放在里面，去除腥味。
个是酱油，放点酱油。用盖子盖住，给它炖个十分钟左右。现在弄好了，准备吃吧。啊，看着也挺好。看这个汤。准备吃吧。哎呀，还得给我那两个毛孩儿搞一点。来，百度，哇，今天一口就干掉了，啊，太猛了。来，彪，你的，慢慢吃啊，没有刺的，放心吧，吃吧。好吃吧？哇塞，我也准备吃了，还可以。哇，特别香啊。吃吧，我都吃了很多了。哇，特别香，真的。这个鱼它是澜沧江里面的鱼，不是那种池塘里面养的，比那种池塘里面养的好吃多了，而且还不贵。早上是10块钱一斤，晚上就8块钱一斤，真的，我买了2斤半，25块钱。准备一人干掉啊。哇，太香了。吃这个鱼，在我们家那边只有逢年过节那些很隆重的节日才能吃到鱼，都很难啊。我记得我17岁之前就没有吃过鱼，因为我们家那边是在云贵高原上，比较干旱，它是在山上，所以说没有鱼啊。那些外地人有时候会拉到我们那个镇上去卖，但是它特别贵，30多块钱一斤，知道吗？你看这里就8块钱一斤，很好吃。这个鱼肚子里面这个很好吃的，这个要搞瓶啤酒来喝着那就更爽了，因为现在胃痛不敢喝酒，所以说就吃鱼吧。啊，好吃。我以前也不会做鱼，是我隔壁的一个大姐她教我做的，你看嘛，他们是在那边。
哇，真香！吃鱼得吃出那种声音来，要不然没味道。太好吃了，下次再去买一个吧，一个星期去买一次。大鱼呀、啊。